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。这个礼拜周线跌了哈，收了跌299点。今天是礼拜五，跌82点。这个礼拜很快过去了，在正所谓的阴影下，跌了299点。我们看一下哈，来礼拜一跌162，礼拜三又跌70，今天是礼拜五哈，今天是开小低盘一路往下收啊，最低啊收最低哈，跌了82点。这个礼拜周线跌了299点啊，算跌很深哈。大盘目前位置在这里啊，这个行情怎么看？今天解盘的重点，第一个，天下最难解是什么？就是大盘的多空。投资朋友，大盘多空很难解，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啊，要怎么解？待会再告诉你哈。大盘到底是多还空？第二个，分析师最怕什么？第三个，宏达电啊、成宏啊、可成等等这些高价股，后市到底好不好？第四个，不是没行情，是你不会做。这是我今天解盘的四个重点。大盘多空，大盘多空，大盘多空，全天下最难解。所以你看，有些人解盘根本就不敢讲大盘，大盘讲错了，讲错就完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大盘，因为大盘就一个哈。如果来判断大盘的多空，这是最简单也最困难啊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档股票，叫做大盘。大盘到底是多还空？哇，这个问题太大了。到底大盘是多还空？大盘如果是转空了，那你还在做多？那不对啊，大盘转空了，很多分析师报多单，那不是猪头吗？到底大盘是多还空？很少人敢讲，也没有办法解出一个所以然，对不对？待会再告诉你，大盘多空怎么看？最重要啊，最困难、最简单啊的一个股票叫做大盘，如何来判断它的多空？啊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其实很困难。怎么讲？有没有？就像佛家弟子一样，啊，有些人剃了光头啊，出家。当和尚，当尼姑，每天在那边念佛，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那你问他啊，请问这个法师啊，这个尼姑啊，请问什么是佛？很多人答不出来。来，什么是佛？慈悲为怀是佛，普度众生是佛，行善助人也是佛。懂了没有？化为内敛的东西啊，就是慈悲为怀；化为外在的呢，懂了没有？就是普度众生。懂吗？或许你不是和尚，也不是尼姑，没关系。我们行善助人，这个都是佛。佛在哪里？佛就在你的心中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时时刻刻要记得行善助人哦。当然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妈妈，不会从石头蹦出来，除非他是孙悟空啊。当然，我有一个啊，非常漂亮啊，非常慈祥啊，非常疼爱我的妈妈，这是我妈妈啊，年轻时候的照片啊，非常的。啊，秀丽啊，非常的啊，这个啊，俏丽啊，她是以前是一个美发师啊，剪头发的，那后来就被我爸爸追走了，就生了我哥哥，生了我，生了我们这一群兄弟。那我妈妈很疼爱我啊，我每次回去，她都会煮炒米粉给我吃。那小朋友就会问啊，爸爸啊，嘉义是不是只有炒米粉？为什么你每次回来都只能吃炒米粉？啊，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吃炒米粉啊，所以我妈妈每次回去。他都会弄炒米粉给我吃，这是我妈妈，啊，年轻的时候，啊，非常的，啊，这个美丽，哦，那现在年纪比较大了，60几岁了，啊，身体有些不舒服，啊，又有糖尿病，又有高血压，啊，就等于说，啊，常常这个不舒服，所以我每一个礼拜，啊，都会回去嘉义看我妈妈，啊，这是我妈妈，哦，我也当然在这边祝她母亲节快乐。那我妈妈，啊，我让她最光荣的一件事，我妈就跟我讲，啊，她说，啊，儿子，你让我觉得最光荣的一件事，就是你每一天，每一天都在行善助人，每一天都在行善助人。啊，怎么说？啊，除了解盘、解对盘，帮助很多人之外，帮助会员，甚至帮助观众不要看错方向。啊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每天我都在苹果日报捐款888块。啊，这个动作已经持续6年，即将迈入第7年。啊，每一天捐一个月要花不少钱，一个月花将近3万块。6年来，你想想看，花将近200万，啊，就是帮助那些不认识但是很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你打开报纸《苹果日报》，啊，这是我妈妈最引以骄傲的一件事之一哈，啊，像这是啊，这个今天的报纸哈，这个5月11号啊，母亲节哈，这一天的报纸，那都会登一些啊比较需要帮助、比较可怜的人，啊，那就很多人来捐款。那捐款栏里面你可以看到啊，以前我是捐888啊，现在我是捐1088。每一天啊，每一天都捐1088，啊，捐完之后，苹果日报会把这些捐款，啊，亲手交给这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啊，比如捐了总共捐了43万块啊，捐给这个人，
那我们的善款不会被误用，所以这是我很喜欢捐苹果日报的原因。我因为我觉得啊，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得到很多会员、很多观众的支持啊，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能够做得到，我就尽量去帮助别人啊。所以我妈妈也对我这个行为引以为傲，她说非常好，叫我一定要继续做下去啊。但我非常感谢我妈妈啊，把我生得这么健康啊，生得这么聪明的脑袋，我有能力来帮助很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哈。好。那我们说什么是佛？慈悲为怀是佛，普度众生是佛啊。化为内在就是慈悲为怀啊，表现你外表啊就是普度众生。一般的人就是行善助人，这个都是佛。佛在哪里？佛在心中住，佛就在你的心中啊。这是很大的一个问啊。佛，什么是佛？很多人答不出来，很多佛家子弟可能都答不出来啊。同样的，很多人在做股票，那请问大盘到底多还空？怎么研判？是最简单、最困难、最重要的，可是很多人答不出来。包含很多节目的分析师都不敢讲。你看，你从头看到尾，哪一个敢讲？跟你讲大盘多空，不敢讲，也讲不出来。好，来大盘均线就好。今天大盘在这里收一根黑 K 棒，那你看四条均线、月线、季线、年线、半年线，四条均线通通跌破，全部跌破，懂了没有？四条均线、三条均线往下，请问这个盘是多头吗？多头怎么连条均线都站不上？不可能啊！我们再看周线，一样周线，今天周线收在这里，一样四条均线没有一条线站上，全部跌破。请问这是多头吗？不可能，多头怎么一条均线都站不上？投资朋友，那既然是一个空头格局，你在买多单，空头买多单叫什么？叫逆势、欸，这不对嘞，懂意思吗？来看股神系统，这什么格局？这是空头格局啊，三线跌破转空啊。高档只要出现一堆反压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再去买多头，你是空头格局，你再去买股票买做多，不对啊，这是天大的错啊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很简单，到底多空你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会赢？所以股票市场很多散户永远是输家，因为他们连多空都搞不清楚，怎么可能会赢呢？什么格局？反压有没有出现一大堆的特写？早就出现啦，三个反压，四个、五个。往下看，三线早就支离破碎了，所以这种格局下你去做多单，你怎么可能会赢呢？可是有没有人告诉你？没有，很可惜。好，来，股票就这些啦，很简单，多头空头搞清楚啊。另外形态上涨盘跌搞清楚，多头也会涨盘跌，空头也会涨盘跌，多头的拉回，多头下跌是买点，空头的反弹，空头的上涨是卖点，不要搞错了。但是很多人都搞错了哈，所以才会乱买股票套一堆。股票市场特性就是轮动，多头会轮涨，空头会轮跌，不要忘记了。分析师最怕什么？来，医生怕咳嗽，医生怕地上，因为咳嗽很难治。头最塞怕抓漏，因为要抓漏水啊，哇，墙壁都打光了，也不知道漏水在哪里，漏水还会到处乱窜，所以啊，头最塞怕抓漏，中破塞怕吃倒，因为中午很快就到了。很难时间准备，那如果晚上就轻松多了哈。分析师怕空头，所以只要空头一来，很多人都挂了。多头赚了不多的钱，空头都赔光，加好几倍赔回去，很可惜哈。来，华尔街名言：逆势操作是失败的开始。投资朋友，现在是空头格局，那你拼命买多单，这是什么？失败的开始，你这样会赔很多很多钱。一颗石头把它推上山比较容易，还是它滚下山比较容易？很显然是滚下山比较容易。告诉我们什么？空头一定要避开，不然你股价会怎么样？迅速下跌，你的财产就快速流失，你会赔很多钱哈。来，经济日报昨天的油电双涨，百货业母亲节到了，对不对？母亲节档期比金融海啸更惨。今年百货业的母亲节档期很惨，以前化妆品特惠都一下卖光了，现在呢？特惠产品都还摆在那里，没有人买。前面柜台前面八九个小姐站在那里等客户，没人，很惨。今年业绩非常非常惨，比金融海啸更惨。来，油电双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。台积电要去跟这个政府单位陈情政所说的是为什么？因为电价双涨，对不对？估计一年要多支出100亿的负担。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台积电。他一年要增加100亿的负担，增加100亿的负担，那你看我们平常的小公司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！当支出增加了，获利就减少 ，EPS 就下降 ，EPS 下降，股价就会下跌，这关系不小，你搞懂了没有？
投资朋友，所以这一波会很多人受伤，我相信哈。来，现在呢，今天是礼拜五，明天礼拜六，后天母亲节，我们的会员都快乐度假去了，行情很不好，我们会员都跑了啊，去度假，或去巴厘岛，或去各个饭店度假去了，行情这么差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的会员还可以快乐度假去呢？哎，这个就玄机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啊，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，啊，这个张宇明，你有看过七只乌龟叠在一起吗？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看过七只乌龟叠在一起？他问我说，我没有。然后他就传一个图片给我，哎，七只乌龟叠在一起，啊，这是很难得看到的景象。他们在做啊日光浴，在晒太阳，七只乌龟叠在一起，你看多可爱。那我就问他，这个很可爱，但是你要比喻什么？我就问我那个朋友，你要比喻什么？他就跟我说，哎，宇明啊，如果做股票可以赢一档、赢两档、赢三档，连续赢，赢四档、赢五档、赢六档、赢七档，连赢七档，哇，一定很爽的啊！做股票如果可以连续赢七档，一定爽歪了。一档不要多了，五万就好。哇，七档就赢35万了嘞，啊，搞不好一年的年薪就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如果做股票可以像这样乌龟一样，七只乌龟排在一起，赢一档、赢两档、赢三档、赢四档、赢五档、赢六档、赢七档，连续赢七档，哎，那一定该爽歪了。他讲完这个话，真是哈哈大笑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好朋友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过30只乌龟叠在一起？”他说：“七只很神奇嘛。”那我就问他：“你有没有看过30只乌龟叠在一起？”他说没有，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就传这张图给他看。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过30只乌龟叠在一起？他说没有，7只有了，7只就这一张嘛。啊，他比喻说，如果7档股票连续赢7档，很爽了哈。7只乌龟叠在一起，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过30只乌龟叠在一起？他当然说没有，所以我就传这张图给他看。有没有30笔全胜？他说赢一只乌龟像赢一笔嘛，那30笔全胜没有做错任何一笔。30笔都赢，哦，天哪，30只乌龟叠在一起，哎呦，原来这是我的操作了哈，太棒了！看完之后，哇，张宇明你怎么那么厉害？那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看过33只乌龟叠在一起？没有，啊，其中还有一只啊小小乌龟啊掉到水里，总共有34只乌龟，然后其中一只掉水，还有33只乌龟叠在一起，我那你有看过吗？他说没有。没有，那我告诉你，在这里，投资朋友，33只乌龟叠在一起，34笔赢33笔，其中一笔小赔，啊，这是我人操作。这一段是哪里？这一段有人说，哎呀，最近没行情呢，股票很难做，啊，他这样讲，我真的不晓得讲什么。就这一段啊，12月、1月、2月，2月最高点嘛，在这里，就这一段，有没有？就这一段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普通会员哈。特别会员全胜啊！特别会员在这里有没有？30只乌龟叠在一起，没有做错任何，每笔都赢，大赚265元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跌呢，跌就难做，因为我刚刚讲过，分析师怕空头，所以下跌很多人都昏倒了哦，股票套一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下跌一点点而已哦，哎，跌700多点，涨1500，才跌700多，才跌一半而已，有没有？我们跌的时候很快哦，来，哇，赚的比做多还快。已经赚450了，多久特写？4月12到4月30，安利寡固两个礼拜多了，已经赚452了，好的没有？所以有没有行情？有，绝对有行情，只是你不会做而已。不会做的人都说没行情，会做你每天都有行情哈。会做真的是很快乐了哈，452有没有？在这些加起来就是452啊。当然你可能会说，曹老师你讲那么多迹象都太恐怖了，大家都不相信。不相信没关系嘛，我们就做一个诚信宣言，任何一天，任何一天是包含现在、包含过去、包含未来的任何一天，任何一天都算，过去也算，现在也算，未来也算，任何一笔，哎，这赚452，任何一笔，哎，这赚90亿没有，这赚100亿没有，这赚222没有，赚200且赚222，那就造假嘛，哈，任何一笔绩效造假就全额退费。投资朋友，你在看节目，我的会员每个都在看。一个月前参加也在看，两个月前参加也在看，三个月前参加也在看，昨天参加也在看。只要造假，很简单，就是全额退费，不啰嗦，加退1000倍给你。
我的会员只有三个等级，永远不会超过哈，做十年没有改变过，特别总统普通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，操作一定在五档以内，绝对不会超过五档，带进一定带出，这叫诚信，加什么？加绩效，懂了没有？诚信很重要，绩效更重要哈。哇，当然也就说，哎，老师这个已经四月三十号了，现在已经五月十一了呢，又经过十天了，有啊，又来了，你看不是又三笔了吗？这本来452，现在变546了。当你还在怀疑观望等待的时候，我们又赚100块左右，又赚进来了。随便举几档股票做例子好了哈。群联不多了哈，4月12到5月11，将近一个月赚166。群联 ，Netflix 叠加，群联当然辛苦啊。有没有？有哈，赚56了。上一次呢，投资朋友，上一次赚110，56加110就是166。这档股票叫群联，谁做的？特别总统都有。166，你什么时候参加一个分析师能够赚这么多钱？没听过哈，对不对？来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档哈，来群联啊，群联在这里110啊，4月30号的高讯，242空的，233空的，231空的，221空的，总共空四次，空完今天回补，有没有？总共已经赚166，放到口袋了。这些钱全部到我的口袋里面了，跟明天涨跌没有关系，安安全全把这些钱放到口袋里面，多美好，人生多美好。有些人说没行情，到底是没行情还是你不会做？请你想清楚，这个是不是行情？当然是行情啊，怎么不是行情？是你不会做，不是没行情，懂意思吗？没行情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？来，什么格局？空头格局，空头格局，你去买多单，你就是重伤，因为这叫逆势操作哈。来，陈统不多了哈，赚123，看到没有？怎么赚的？这是总统会员操作的。来，陈统 ，iPhone 新制程啊，陈统出来单，为什么？因为到底它的面板是用内嵌式还是外嵌式，搞不清楚哈。它很多钱的投资，几百亿投资，可能会怎么样造成损失？股价已经拉回重挫185点了。来，今天赚32块回补哈，388空到356。388空的，有没有？为什么空它？空头格局讲过了嘛？哈，来之前的337赚91块，为什么？因为428空的，428空完337回补赚91，加起来多少？123。请问这个是不是行情？这怎么不是行情呢？这是大行情哎，这当然是大行情啊，投资朋友，光两档股票而已啊，这不是行情吗？你找这种哪里找这种行情？可是很多人不会做，说没行情，怎么会没行情呢？是你不会做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嘉联益，请问这要做多还做空？这很明显，你做多绝对死路一条嘛。来，嘉联益哈，来，嘉联益赚多少？13.7元。今天call讯赚6.3回补，上次赚7.4，6.3加7.4有没有？13.7，投没有？为什么空它？再看一遍，因为它是空头格局。你绝对不能去做多单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到底有没有行情？当然有啊，不然怎么会赚到这么多钱？这当然是行情啊，不然这个是什么？这当然是行情啊，是不是行情？当然是行情啊。来，智元今天几乎跌破4个月低点，请问这档股票你要做多还做空会赢？很明显，这三线跌破，高档早出现卖讯了，那你做对吗？怎么样？这还没回补哈，已经赚7块了啊，它账面上已经赚7块了。所以到底有没有行情？有啊，谁说没行情？那你会不会做而已啊？你不会做就没行情，你会做，天天都有大行情，你说是不是？投资朋友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公司有优惠的专案，详细的内容你可以跟服务人员询问。当然，张一鸣也在这边祝福我的妈妈啊，包含全天下妈妈，母亲节快乐。我们今天的广告，再回到现场。
欢迎回到现场。在股票市场里面只有两种人，一个叫赢家，一个叫输家。赢家输家想的看的做的都不一样。所以有一个客户啊打到进来，观众打到进来，他说：张老师，我非常的佩服你，但是我的看法跟你不大一样。同样，当你看法跟我不大一样，你一定是输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赢家嘛。那你看法跟我不一样，表示你看错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赢家跟输家看的想的做的都不一样。你想买股票，我在空股票，那当然最后这个结果就会出来，就是你输我赢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宏达电今天差点破底啊，今天破底。请问这种股票要做什么？你做多你就死定了，因为254块就是你赔的，懂意思吗？那请问在我的操盘系统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早就出现卖讯了，对不对？叫你不要去追了，你追上去你就死定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种股票我是不会去买的。那当然你买很简单，你就是要缴学费哈。来，陈同拉回185块了啊，差一点就破底。这种股票要做什么？来，请看我的操盘系统。哇，天哪，高档出现一堆卖讯，这早就跌破转空，三线支离破碎。所以你去买这种股票多单很简单，你一定是输家。你很认同，你去买那之后你一定是套牢，你痛苦那个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绝对不会去买多单，我一定空它，有没有？空完这些钱就把它放到口袋了，好，今天把先做一个出场，先把钱放在口袋，改天我还是会再空它，懂意思吗？哈，来，群联，懂没有？请问这什么格局？高档只要出现特写，一大堆卖出去呢，四五个班讯呢，这种股票你去做多一定受伤的哈。来，哇，赚166块啊！今天一样先做一个出场，改天我还会再空它哈，懂意思吗？非常漂亮的完美哈，把它放到钱先装口袋。大力光，我想从3月2号我就跟你讲，我不做了。你最近去买很简单，你这3个月去买，你一定套牢赔钱，对不对？很简单了、啊，我早上跟你提醒过，我已经不做大力光了哈。从哪里？从2月4号了哈。2月4号176，我把它卖掉。卖完之后，看到没有？716，卖掉之后到今天，从2月4号到今天，经过了3个多月，我没有买过大力光。但是你去买的人，你看赚这些钱把它放口袋多好。你去买的人你一定重伤了。那为什么我不买？那转空了、啊，高档出现卖讯了，怎么买？玉金光，你这一段你去做多，你绝对重伤了。那我为什么不会去做多？高档出现卖讯呢？转弱怎么做多？好没有？这两股票有多有空，对不对？多也赚，空也赚，怎么可能？当然可能，那就是我、啊。我们把368块放到口袋了。当然，我上节目的任何一天，只要造假，哎，这个假的哦，根本没有赚，骗人，吹牛。你是我的会员，你缴费用全额退费，加退1000倍给你。什么等级一定有写哈，谁做都有写，绝对不用假扣讯、假绩效上节目。可成，投资朋友，什么格局很明显？你去做多单，小心断头哈。鸿海31万张有没有用？又要破了哈。为什么营收减少20%？哎，为什么高档只要出现卖讯呢？这种格局你去做多单，输的一定是你。时间的关系，真的很多股票我讲也讲不完了哈。啊，当然只能跟大家讲最重要的啊，股票我真的讲不完，那么多怎么讲？重点是你做对了吗？如果你做对，恭喜你；如果你做不对，投资朋友想想看，你是不是很多股票应该避开、能避开、可以避开，最后你没有避开，为什么？你看不懂，为什么你不避开？没有人告诉你啊，投资朋友，很多人跟你乱讲，你就去买，神在看你不怕，鬼在看恐恐怕，投资朋友，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欢迎你把我的操盘系统带回家，欢迎你把我扣讯带着，让张宇明来帮助你。今天是母亲节，张宇明在这边祝我的妈妈还有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当然今天公司有特别的优惠专案，把电话打通，无论可以做专门的说明。今天到这里，下礼拜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